这是 to H 一个一房一厅，这个 layout 很好哦。这是一个朝南的，东南朝向。这是带吧台的厨房，大大的客厅。然后这是卧房，卧房也很大哦。还有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 walk-in closet， 就可以放所有的东西。客厅的 layout 就很适合隔断。这边是个厨房带吧台，然后洗手间是很漂亮的，我们的445的特色。浴缸加淋浴，进门的这边是一个 classy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洗衣机烘干机在这一侧，它的洗衣机 washing dryer， I think it's good。